san si ti hom om guru r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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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n si ti hom。然后我们在讲这个空有不二，空有不二。你学佛啊，空有不二的这个理论啊，要认识清楚，而且要去体会，你从这当中啊，才能够开悟，才能够开悟。讲空的，禅宗是讲空啊，禅。禅专门是讲空的，所以他有时候会笑，这个净土宗啊，讲有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我们禅宗啊更高，一切都无啊。讲禅的就是这样子，讲净土的就讲，你这个禅宗啊都是讲空的，你没有一个目标，没有一个目的，只是狂，禅狂。但是禅宗认为，始终认为自己本身呢的境界，一切到达了空境。那净土中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，可以依凭，禅宗完全是没有的。他讲说，心就是。净土啊，哪里还有净土？那心在哪里？心也是空啊。所以这个禅净之间呢，曾经有过这个互相的一种排挤啊，互相的一种排斥了。按照真正的佛学讲起来呀，西方极乐世界跟空啊是一如的。是一组的，你看长极光土，长极光土就是空的境界，一样啊。西方极乐世界也有长极光土啊，但是呢，你这个境，这是一种境界的问题，每一种境界的问题。你真正呢、啊，要显现空境呢、啊，还是要有有来显现，没有有何来空啊？没有有何来空啊？所以今天你要修行啊，一定要用你这个身体去修。你这个身体崩完蛋了，你怎么修啊？空从哪里来？心从哪里来？由我们的身体跟空相应，二者互相并存的，这是空有一种。啊，这是一个很高深的这个哲理、啊、空跟有、啊、都是很高深的哲理。经常这个空部跟有部啊，互相辩论，辩论来辩论去的。但事实上，在《心经》里面所讲，空有是一如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是讲空有一如。有一个大师啊，曾经问师尊。不要讲说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你讲出一个道理给我听，空有是什么？原来这个道理是什么？自然两个字。不要去理它，自然而然，你就能够融入。你越去转牛角尖了，越没办法融入；越去转了，越没有办法融入。这个时候啊，你慢慢去体会啊。我们晓得这个人间很多烦恼，人间很是有很多烦恼。烦恼是什么？其实你认清楚的烦恼也是空，烦恼也是空。你能够体悟到这个时候啊，你就知道烦恼就是菩提。烦恼就是菩提，
烦恼是确实存在的，但是你不要去理会烦恼，你就能够超越烦恼，因为你知道烦恼也是空。烦恼跟菩提是相等的，苦跟乐是相等。你领悟了苦跟乐是，我说你快乐吗？快乐，请你把快乐拿给我。没有，拿不出来。你痛苦吗？痛苦，把痛苦拿出来，也拿不出来。因为啊，快乐跟痛苦啊是相等的，是相等。所以烦恼跟菩提啊是相等的，烦恼跟菩提是相等的。你慢慢去想，慢慢仔细去想这些的道理，你会有一个悟境产生出来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所以我现在啊，你看卢师尊现在啊，我可以，我为什么要退隐？为什么要退隐的原因，就是在这里。退就是不退，不退啊，也就是退，是相等的。我的心是一样的，身也是一样的。我在这个不退啊，不退，一直做中悟的事情，那也是快乐的。我退了也是快乐的，是相等的。啊，只是因缘的关系啦。我告诉大家，为什么要退隐？那是因缘呢、啊，因缘是缘分，是因缘到了你这个啊，这个缘呐、啊。这个退的缘已经到了，我是依着这个缘来走的，是自然而然的退，自然而然的退，没有什么理由的，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。所以你想啊，你能够领悟到这种道理的时候啊，你就会解脱，你就解脱了，你就不会去执着了。执着的退啊，不退啊，这些执着啊，就产生。你是依着缘分走的啊，这个道理啊，当然就是在其中，就是在其中。烦恼就是菩提，你不理会烦恼，你就翻转为菩提；你只要是理会烦恼，你就是执着。那空跟有的情形呢，是一样的。你一直生存在有里面，你就一直在烦恼里面。那你把这个有的现象去除了，你就翻转成为空，就翻转就成为空了。但事实上有没有有呢？还是有有。所以我们每天过的日子都是在有空之间，有跟空之间。今天我们吃饭，吃下去是有，一下子就变成空了。但是你还是要吃有，化空啊。每天都是在吃这个有，又变成空了。西方极乐世界是有空一如的，有空一如的，不能讲有，也不能讲空。因为你讲空，确实有罗格，有八功德水，有行树，有七宝，有快乐。但是你讲它是有吗？它又从空化出来的。讲它是空吗？它又有现实的现象，有现实的现象。我们修行啊，真的空有之间，空跟有之间就是修行。Om Mani Padme Hum。